凉配落霞，金戈配铁马，我那爱恨配年华。月色阴枝桠，狼烟迎风沙，前世应尽谁牵挂。他这个人看起来可不像是个好人。要不你进去看看。红硕，你不能进去，只有安听风逼出了他身体里的妖，对他来说才是好事，可能会受些苦，但起码能保住性命。耐心一点吧。进来吧。胡林泽，胡林泽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他身体里的妖在这儿，不是我的话，现在这只妖还控制着他。可他现在快死了，就算他死了也是这只妖害死的。如果我能杀尽天下的妖，就不会发生刚才的事情。我只不过在做我该做的事。白领红说，换做你也应该这么做，照顾好他。将军，你放心，今日之事我一定替你讨回公道。我不是妖怪。我知道，你好好休息，别乱动，交给你了。别哭啊，
我没哭，只是眼睛不舒服。我听他说，我是药的容器。小童，你不会看不上我吧？什么容器不容器的？就算你是妖，我也不在乎。你就是我的朋友，最好最好的朋友。小童，谢谢你。你个傻子。不过他怎么能这么对你，这也太过分了。我不是妖。你不是。你不是什么容器。你不是，你不是。好了，你少说两句，先休息一会儿。你要去做什么？他那样伤害我的朋友，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不能冲动，你不能责怪安天风。他伤成这样，就这么算了吗？你是在埋怨我拦着你，不让你去救侯兄弟吗？安天风手段虽狠，但你仔细想想，只有这个办法能逼出侯兄弟身体里的妖。若那只妖一直在他的身体里，对他没一点好处。红霜，虽然你我天赋灵力，但我们接触妖的时间太短，经验太少，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。我知道你关心侯兄弟，但那毕竟是妖，此事我们需要安庭风。没有他的话，我们对付不了。一切还需从长计议，且行且看，明白吗？你们不用找了，我来了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来带你们看些东西。你要带我们看什么？华灯初上的历程。历程早已是座空城，哪来的华灯？侯爷通透啊，一下子就明白了。这是什么？寻草。揣在身上，妖怪就不会发现你们。怎么，今日阁下也要去吗？阁下的手段我再清楚不过了，万一你什么时候起了杀机，我可招架不住。侯爷，红寿公子，今日灵君就失陪了。有人撑腰，愈发放肆。走吧。武松部的金石之妖，修行近千年，也不过造出了个祠堂大小的妖阵。如此大的妖阵，只有能力更加非凡的妖才能造得出来。我们分头行动，一定要把它找出来。还有，这些人看似都像凡人，但其实是妖。切记，寻草不能离身，一定要小心。大哥，怎么了？
那是什么地方？那是踏云楼。那里看起来妖气很重，那只大妖应该就在里面。走吧。刚才远看那么热闹，到了此处却如此冷清，小心一点。你是何人？着什么急呀？长夜漫漫，我们有很多时间叙旧。叙旧？我们认识吗？我们不仅认识，还是老朋友呢。可惜，我记得你，你却不记得我了。祝融。你究竟是何人？他们都叫我女丑之师。女丑之师？你不是早被时日治杀了吗？我不甘心，我拼尽全力保护人间，到头来我得到了什么？他们那些人可曾记得我为他们做过的一切？所以你只做了妖？不是我选择做妖，是上天眷顾我。既然做女巫让我如此痛苦，于是又给了我一次机会。只不过这次我恰好是妖。我本是这世上最有灵力的精怪，有一年时日病初，名无所食。我和大义拼尽全力保护生命，最后我被太阳治杀。大义可怜我，将我安葬，但是人们只记得大义的英勇，早把我忘到九霄云外。我怀揣着这份执念漂泊人间。有一天，不远处的祭台有神明降世，我的灵力被重新激发，那这一次我自然不能白活，所以我要创造一个属于我的世界。如果不是你们开启了力量，纵然我得此机缘，却不能真正的苏醒。祝融、玄明，我真是要好好谢谢你们两个。你为什么要来历城？因为这里远离中原，远离那个治杀我的地方，我要在这里建立属于我的王国。哼，你应该知道我们来的目的。当然，为了我的力量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那就无需我多言了。那也得看你们两个有没有这个能力了。
白脸红说不可伤他。那个戴面具的人是他，又为何会和女丑之师在一起？你们为何会来历城？明月峰，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已亲眼见到阁下已经死了，现在怎么还活着？你也不打算解释一下吗？此事无需向你解释。彼此彼此，我的家务事何必要告诉你？木灵，安鼎峰，这是我和他的私事，你不要管。你难道感觉不到吗？他是同路人，你杀不了他，你们两个这样下去只会两败俱伤。让我看看他。你又是谁？替人除妖之人。安鼎峰，你别碰他。白里红硕，你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非常清楚我在做什么，我也非常清楚你想做什么。原本以为你我已是同路之人，没想到你竟然会相信那只妖。你别碰他。我要是不看一看他体内的妖怎么办？更何况他有他的万骑将军，你又算是……让他看，他也不敢对黎若怎么样。你若敢伤他，我拼了命也会阻止你。有趣啊。怎么了？像这样日出而息日落而出的妖，大将军对付起来很难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说说吧，没准我还有别的办法。我们离开邺城之后，突然有一天，若儿就变成了这样。每到夜晚，便会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而翌日醒来，他又完全不记得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唉，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控制了他，但是我知道，每天夜里出现的那个人，根本就不是若儿。自那以后，他便夜夜屠杀，很多游牧人和狼族人都死在了他的手下，所以我只能带他离开蜀池。不管每天晚上出现的这个人是谁，他似乎都有着很明确的目标。为了保护若儿查明真相，我只好一路追随，就如你所说的，日出而息，日落而作。我跟着他，每日夜里向历城方向行进，直到进了那座妖城。
怎么不认识我了？想要知道他来历城的目的，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问问那位女丑之师。百里红一出现在这里，只怕与妖阵有关。你的意思是抓到女丑之师就能救红衣？他身体里的妖不是轻易可以对付的。安霆锋，告诉我该怎么做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是同道中人，相互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无论你们接不接受都好，这已经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既然我们被捆绑在了一起，你们两个之间这样斗狠有意义吗？安霆锋说的对，现在妖患当前，我们必须要联手合作。不过就算是要合作，我们和他也不是朋友，甚至有可能成为敌人。红硕，嫂子，心情不好，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跟嫂子道谢。听说之前何叔就是嫂子安葬的。如果是这件事情，小叔就不必跟我道谢了。我本是平原王府的主母，没有保护好大家，是晋阳失责。安葬何叔，实在是理所当然、微不足道的事。我知道你不高兴，但容我说一句不中听的话：以现在的情况，恐怕没有余地让小叔不高兴。缘分有尽时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可能重来，改变更是不可能。小叔，请接受现实。大哥也这么说。小叔是重情之人，这至为珍贵。可现如今的情形，容不得我们还留恋私情。可我
如果就是不愿意割舍呢？那就埋在心里面。忙了一夜了，先歇息吧。待会儿我去烧几个好菜，让你和大哥好好的喝几杯。多谢大嫂。侯爷，一切可好？夫人不必担心。每天都这么等着我，对我还真是深情啊。我说过，我始终会在他身边，这事儿不会变。这么动人的话，怎么你说出来我就一点都感觉不到啊？你直接让那个捉妖师杀了我，不就一了百了了吗？此事会妥善解决。妥善解决。你这么一直守着他，护着他，看来你是一辈子不打算告诉他你俩是一对了。可怜，哎呀，这一天天太无聊了，走了。既然来了，何不现身？嫂子，你从我这儿拿走的东西很快就会还给我。踏云楼见。我去叫红硕。
居然连酒都没有吗？告辞。这就打算走了？已经知道结果的事情，又何必再继续看下去呢？欧正泽，这儿，这儿过不去。快来呀，小童，你跟紧我就好。我不敢走。有我在。相信我。你会帮我吗？那几个人又不是来找我的，何必趟这趟浑水？可是我死了，对你没有好处，他们也会杀了你的。是吗？那我们走着瞧。等等，有金枝。女丑之师是上古女巫，最擅长禁制，你们这样是进不去的。那你有何办法？几人合力破除禁制。怎么，几位还准备在这耽误时间吗？来吧，别耽误时间了。你们是找到帮手了。女丑之师，你祸害历城百姓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别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，你们要收我，无非就是想吸取我的灵力。看来你们已经放下恩怨，准备联手对付我。即使如此也未必。真啰嗦。
妖竟然去帮捉妖人，你可是我曾经最宠爱的镇鸟。鸟，刚才那是狼族的禁地赤松剑。这怎么了？这有好多妖，小心小心啊。小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怎么了？你看到了什么？这个妖阵快要消失了，就踏云楼还在，而且还有光亮，我想大家一定在里面呢。独坐西楼。